房子应该收门票的。也能，但是
我给你点的35。好，好吧。35，那一会要不跟这绿干车啊？抬头比如说还看那个白色的景。整个好，再开你们眼睛，好 ，OK， 好，不错啊，好，很棒啊，特别棒啊，1234，好，请再问一下。
奇怪怎么停。
抖音呢。累不累？想不起来了，那个是那个美术馆，家里住啊。
一个框框，这边的这样拍着，这边给他看。12个月，你一个月平均十个门店，10张老店。现在是长焦最厉害啊。是吧？刘伟啊，我也是。
啊，把这个表弟还有很多。不会的，他们要是用自己的票。对，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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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到了，你看它后面是一个，这一个，我靠，这长得好。总共有两手中间到这里啊，朋友们，你们要过来的话就北外滩啊，北外滩。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店是叫北白，然后我这个店是叫西华保险啊，就是在这里。卖个表。啊，可真有导弹驱逐舰了。哦，就是这么了。怎么一手一杀了杀了杀了呢？可真可真杀了，都差不多杀了。哎呀，一直都是女的。你看我们这个是这样子卡的，我们都是一个没有。老陈呢？啊，一条船。前面公平路应该。好的。老陈呢？那些人没下船呢。啊，都想平安的是对的。你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大姐，大姐，就是深层，就是保险，知道吗？富国姐。这个黄色中间的，我在车站，你打电话给我爸妈下来付就好。嗯，家里拿到。你看得怎么了？你感觉你看你看不见，你什么没看见？什么东西看不见东西？就像人家美国人什么航空母舰上，老百姓可以上。哎呀，这边他几点了？可以的。早了，上个月还有三天到炸掉了。哥，这个。不要跟人家抢。这时候东西跟你不谈，他管你管的。他的门起来看啥了？这妈也不让大家看，神经病！这个能取吗？
是现在国家就是要宣传，我估计现在你怎么推的？我估计也推的，每天都对，这么用了十年还退役了。汽车灯啊，很先进的。这先进装置。长帽短帽。汽车灯啊，还小啊。现在后夜上万吨了。那个去一万五千吨了都。哪个？一万二，一万二，一万五都有吧？他的气功了，哎呀，拍不到。那肯定得等等吧。老早这好像就是啥，为什么叫指南舰啥？你看，咱们这个土地，我们解放台湾的时候，我们他几点了？我老问他嘛。有小台阶儿。旅游团进来。